人到中年，这几个位置一定要多锻炼。保护肝脏，拍打腋窝；保护心脏，拍打肘窝；预防妇科问题，拍打腹股沟；保护肠胃，拍打足三里；保护肾脏，拍打脚底板。不要着急划走，点赞收藏，抓紧锻炼起来吧。每天坚持这个动作5到10分钟，可以预防脑血管堵塞，疏通颈部经络。不要每次都划走，点个爱心关注一下吧。颈部发出这三个信号，应该怎么做锻炼？第一，手麻颈酸，可以做反向拉伸摆动的动作。颈部发酸发沉，可以做我们手臂交叉左右摆动的动作。头部发晕爱发懵，可以多做颈部的左右拿捏疏通的动作，每天做一做，保护颈椎，远离颈椎问题。肠道发出这三个信号，应该怎么做锻炼？肚子大胀气多，多搓带脉有帮助。排便不畅爱便秘，从腹部两侧向中间多做揉搓。腹部爱发凉，多在肚脐周围做揉搓，保护肠道结构，抓紧收藏锻炼起来吧。